哇，里面真的是有惊喜哎！当当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么多的东西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朵朵坐在秋千里，当当，我们的霸王龙就拼装完成啦。它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构造能力，还有逻辑能力。小黄，你先来吧，加完油你就可以去上班啦。好的，结账完毕。你好，都有什么果汁呀？我们这里有苹果汁、橙汁、樱桃汁。哇，好丰盛啊。没什么啦，你能来我也很开心啊。看你还往哪里跑，现在你跟我去警察局吧。